窗外的大雨淋湿冰冷的空气，好羡慕天空可以哭泣，孤单的往前进，我答应过我自己，要赢到全世界交给你。忘了多久没有拥抱你，移情手术结束之后，唐主任亲自主持记者会，你还是一样什么都没有了。哼，到时候你爱怎么开你就去开吧。归田，要主持手术后的记者会啊？如果按照惯例来讲的话，通常移植小组的召集人是由外科主任来兼任，那当然是由外科主任来发言。只不过这一次移植小组的成员几乎都是唐老师一手带出来的人，所以我觉得问题真的有点复杂。这老家伙能干嘛？不就只剩下一张嘴了？你要来，就别怪我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待会这里不是有记者会吗？怎么大家都走了？哦，我们刚接到消息，说这次的记者会要改到第一会议室，听说新的院长会亲自主持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刚上厕所没有听到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改时间，不好意思啊。电子媒体，你先把新闻稿传给他们，就传给他们就好。啊？赖主任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是办公行政区，又不是医疗病房区，你把病人带在这边干什么？你这卑鄙的家伙，你怕我们来找你啊？对不起，我赶时间。大家好，各位，我还是主任。
你把他带回病房去，要不然我叫警卫了。叫啊！主任，这样对你身体不好，你回病房去休息。你还能把我怎么样？我叫警卫来，大家都不好看嘛。你叫啊，看谁难看嘛。你放开了。睡一下吧。主任，我们先离开了。
赖承旭，你们等一下。陈旭，你刚才带着唐主任去哪里了？你为什么要带他去做这件事？是主任自己的意思。他糊涂，难道你也跟着他糊涂？我问你，唐主任平常对你如何？心母和主任就像我自己的父母亲一样，我一个孤儿从缅甸到台湾，这一二十年都是心母跟主任照顾的。你知道他的情况还不稳定，难道你还想他再中风一次吗？如果是你自己的父亲中风了，你还会这么做吗？对不起，师母，对不起。你们认清事实吧，他再没有办法庇护你们了，你们放过他吧。我们回美国好不好？我去换一盆热水。Thank you.
好久不见啊！啊，你都没什么变啊。谢谢。啊，来来来，进来进来。谢谢院长。啊，我特别请他们泡茶，等你过来。谢谢谢谢。来来来，坐。谢谢你见我。哎，不要这么说，大家都是老朋友了嘛。坐坐坐。好。怎么样，孩子在美国都好吧？老二今年申请上 UCLA 也要到医院当住院医师了。哇，啊，时间过得真快啊！你女儿呢？越长越大，还越来越不听话。<笑>有男朋友了吧？老是急教一些不三不四的男孩子，想起来有时候身上脑筋。哎，儿孙自有儿孙福嘛，你操心那么多也没用啊。没错。 那么这次回来，打算带他什么时候？那就要看国泰的情况而定了。我今天就是为了这件事情，特地来跟你商量的。哦。啊，说说看，你有没有什么打算？我不知道他能有什么打算，毕竟现在 你是他的上司，有什么希望你就说，看看能不能我尽量帮忙。我自己当然是希望他退休，接他去美国。这个没问题，这点我做得到。可是他自己不想走，他说不想去美国当废人。 我们两个在病房吵吵闹闹的，都老夫老妻了，还让人家看笑话，这就比较麻烦一点嘛。这个我了解，你看这样子好不好？这是什么？ 这是我逼他签字的声明。声明他因为健康的因素，即日起，除了教授以外，自动请辞所有的职务，以后也不会再接受任何的行政职务。你们从同学到现在，竞争一辈子，现在胜负已经很明显了。 如果是他自己想要留下来，当然就不能再给你惹任何的麻烦。孩子都在美国，硬是让他们回来在这里长期陪着他，也是不可能的。他还可以教教书，拜托你，让他跟学生上课说说话，每天在医院动一动，也总比每天躺在床上，那不是办法。 也是了，在这里有点事情做，动一动，对他来讲其实也不是坏事。大明，我们认识都几十年了，我想了想，也只剩你能帮他了。如果你真的觉得勉强的话，我就带他回美国。 既然这样子，我明白了。我想办法安排一下，尽力完成他的心愿。谢谢，谢谢。不要这么说，应该的。
早，主任，对不起，我刚刚看你们没关，所以就先把这些礼物拿进来了。这是干什么？这些都是病人家属要送给外科主任的礼物啊，因为你现在是代理主任，所以我就拿过来了。这是哪个病人送的？床号、姓名都在里面啊，他们都是明天要上刀的病人。以前啊，只要是主任排刀，一定都会有啊。哦，主任，要是没事，我先走了。 请问一下，以前像唐主任，他怎么处理这些东西？当然是要自己处理喽。不过啊，唐主任多半会把水果留下来请我们大家吃，有时候啊，水果多到连我们都吃不完呢。主任，那我先走了。 你想做什么，老师？不敢，我当不起呀。我只想来看看你好不好而已。谢谢，我很好。再见。 是，如果你真的很好的话，我马上就走。我只是想要来告诉你，我真的不忍心看到邱清城对你所做的一切。我养狗，不被狗咬，我活该。 不需要别人来同情。在外科，都是老师握着学生的手，一针一线的学着奉献。在开刀房也是一样，都是老师用辛苦的双手教导我们。 不懂，我真的不懂，曾经紧握的双手，为什么突然会失温的这么快？看到你们俩仇恨成这个样子，我真的很不忍心。我真的不想看到你们两个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为什么一定？ 谢谢。
情况应该是没什么好担心的吧？只要再把他手下的人安顿好，这样对你这样来做事比较容易一些。嗯，我知道。那么四大科，我都有底了。我就这个跟你们外科有密切关系的麻醉科，那么我到现在为止还有什么建议？ 我个人认为，不管在能力上或是资历上，甚至操守上，关心关医师是一个不错的人选。关心？是。之前病理解剖的不是他惹出来的吗？是。在那件事上面，关医师他确实很坚守自己的立场，但是后来病患家属不是把和解金给捐出来了吗？ 而且在整件事情过程当中，赖承旭一直想找关心顶罪，所以到处在扯关心的后腿。所以我认为，如果这个时候找关心来顶替赖承旭的话，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。好吧，既然情况你那么清楚，麻醉科跟你们外科关系又这么密切，你说谁就谁吧。 谢谢院长，应该的，不要客气。至于耳鼻喉科呢，我打算让我的学生林院长来接。妇产科则是由陈玉军来接任。那么她是我太太，高中同学的女儿，从美国回来，能力不错。好，那么这波人事的就这样抵定了，我会尽快把公文批下去。 让你正式真除，谢谢院长。同时，苏玉华也要接任外科的副主任。你们要密切的合作。我希望你们能把外科带到一个不一样的境界。我会尽力，谢谢院长给我这次机会。好。 师母，你怎么有空过来呢？来来来，请进。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还是师母想要喝点什么，我可以。都不用了。这里是你老师原来的办公室。是。你搬进来以后并没有动过吗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完全没有动过。 唐老师之前已经把这边弄得很舒服了，可是我平常时候大部分时间待外面，其实，在这边的时间并不多。你越来越有外科主任的架势了。哪里？还是老样子吧。好，那我也就不跟你客气了。我今天来找你，是为了你老师的事情。哦。我知道过几天。 你们有一个院务会议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去参加？师母怎么会提到这个？我知道这是你上任以后的第一次院务会议，可是你老师他一直不肯认清，他把他自己困在一个固执的情境之中。总而言之，景臻，你可不可以看在过去的情分上？ 就让他一下吧。师母，我觉得这个当中应该是有点误会了。我之所以会接这个位置，完全没有要针对唐老师的意思。情势使然，不是我一个人就可以改变情势的。而且唐老师他现在健康状况，他连生活起居都需要别人来照顾了，他怎么可能还谈到工作呢？师母，这个情况你应该很清楚吧？
现在在你的身上了，看到你老是年轻的样子。你真是他最得意的学生。谢师母。院务会议的事情真的要拜托你了。当然，完全按照师母的意思。主任，您看看。你放着，我等一下看。主任，您先看一下吧，你会有兴趣的。给你颁发一张奖状哈，谢主任夸奖。给他了吗？给了，刚送去。现在看他怎么反应。麻醉记录单跟恢复室的护理记录，你为什么要给我看这个？你看一下嘛，这边所有的病人都是赖成旭的病人，对不对？底下有他签名。嗯，没错，是他的病人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哼，你看起来好像没有问题啊，但是你仔细看一下，耗材那栏，每一个病人在手术室当中都有打 CVP， 对不对？嗯。而且电脑账单上面也记载了。好，我们再看到恢复室的护理记录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？所有病人的 CVP 都不见了。会不会是恢复室的阿志长太忙忘了记？我问过他们。以他们作业程序来讲，不可能摆这种大乌龙。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说，病人手术之后到恢复室之前就先被拔出了？我们都知道 CVP 是病人在手术当中以及手术之后要大量输液的时候用的。理论上来讲，我们不可能说在手术室里面帮病人打 CVP， 然后推到恢复室的时候又把 CVP 拔掉，对不对？你看这边。每一个月有50到100个这样的例子，而且最妙的是，这些有问题的档案全部都是赖成旭的病人。你在暗示是赖成旭有问题？我没有暗示，事实摆在眼前。可是赖主任没有装 CVP， 却谎称他装了。CVP 的费用就是由院方收取的。他根本一点好处都没有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那我们先搞清楚一件事情，那些从来没有被使用过的幽灵 CVP 跑到哪里去了？我想不出来能去哪里。那些 CVP 被用折扣价的方式
卖回去给厂商，然后厂商再以全新的价格又卖给我们医院，再卖一次。你想想看 ，CBP 一套多少钱？3000多块钱，哇，那个利润很大哎。所以每家厂商都希望能够垄断各大医院开刀房的生意，他们竞争很激烈的，你知道？谁可以去卖这个东西呢？就只有你们赖主任有这个权限。你可以证明吗？你可以证明是他卖的吗？来，我证明给你看。这个，这是赖承旭银行账户资料。这几年来，每个月有同一家厂商汇20到50万给他。你为什么会有这个资料？那你给我看这资料干什么？关医师，我们的时代到了，赖承旭要下台了。就算他下台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他下台的话，麻醉科主任就是你了。这种任命的问题应该交给徐院长，那是他权责，不是吗？以你的资历来讲，绝对没有问题。重点是，麻醉科跟外科关系非常密切，我需要一个好搭档。OK， 我会考虑一下。不要考虑了，关医师，我们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的，真的，在这个位置上面，我们可以一起做一点我们真正想做的事情。你知道我并不想当什么主任的。我知道你要的不是主任这个位置，但是如果你在这个位置上面的话，你可以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，那些理想、那些抱负，你通通可以实现。难道没有别人可以接手吗？换了别人的话，又会是另外一个赖承旭。可是换成是我，我也不见得能够改变什么。我不知道我们能改变多少，但是我相信你。不管你是在哪一个位置上面，你是一个想做事情而且会对得起自己的人，对不对？你这么抬举我？考虑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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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医师，考虑一下。我会考虑的，这件事情我们以后再谈啦。邱主任，我是专程来跟你道歉的。小敏，你先到楼上房间玩，爸爸有客人。赖主任今天晚上怎么没有在医院值班呢？你麻醉科不是很忙的吗？邱主任，就算再忙，我也要来。飘飘主任，叫我邱医师就好了。邱主任，叫我邱医师就好了。反正你一直没有把我当主任看呢，光是嘴巴叫有什么用？小菊，对不起。我觉得蛮好笑的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今天是我站在你家的客厅里面的话，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做啊。小菊，这是一点小小的心意，请你收下。蔡主任，你从我们医院挖走多少钱？我想我们心里面都有个数吧。光是利息钱就不是这些了。
乔许愿，求求你放过我，我只是唐教授的工具，我身不由己。对，我想你钱花得爽爽的时候，大概也身不由己吧。乔许愿，求求你看在我们同居那么多年的份上，放我一条路好不好啊？你装得这么可怜是怎么样？是我欺负你的？你看我像是坏人吗？我像是坏人吗？邱主任，还小还小，我一个人来到台湾，没有人可以帮助我，我家需要我赚钱了，求求你了。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？求求你，这么急啊！一定要现在吗？这边可以吧？嗯。哎，你记不记得，我们好像来过这里，对不对？你好像很喜欢这里哦。上次我来的时候，我就想问你，是不是常带女儿来这里？这边很好啊，你不觉得吗？你工作很烦的时候，只要开一个车转个弯，就可以到这边来，在这个地方放松一下，喘口气，然后转个弯，又可以回到那个杀戮战场，很棒啊，你不觉得吗？在生活当中可以开一扇，随时可以打开的窗。对你而言，我会是你生活中的一扇窗，对吧？想打开的时候就打开，看够了又随时可以关上。怎么样？你们常姐最近怎么搞的？她干嘛突然开一个医疗专题报道？她要干什么？啊？如果想谈这个的话，在电话里谈就好了。我干嘛找你出来？你找我出来不是谈这个，那你想谈什么？我只想跟你说说话，看看你啊。拜托我小马，你突然把我找出来就是为了要看看我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们时间都允许的话，当然我们随时可以见面。可是我现在在医院里面的处境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非得要在我最需要花时间经营我工作的时候，把我从主任办公室里面拖出来让你看一下吗？对不起。我不是那个意思的，嗯。看到你我也很高兴啊，而且我们好像很久没有像这样子好好说话，对不对？
进入异业时，我郑重的保证要奉献一切为人类服务，凭着良心跟尊严从事异业，病人的健康为我首要顾念。